觉得真是开心的不得了哇！红人榜一直在这个，不管是曲风还是参赛者，还有是各种的表演的可能呢，做各式各样的尝试哈。也希望观众朋友哈，给我们多多的鼓励哈。啊，给俺有精彩不？哦，非常好讲，阿兰讲的不准呐，啊，对啦，想讲专业的老师，天哪哈，雅文老师请讲评。平儿，老师好，好棒哦，你表现好棒哦。然后我要讲的是这个。这个老师们好棒哦，两位老师都让我觉得说你们为婷儿好加分，让婷儿很轻松，她很轻松的在enjoy这个舞台，然后起先是这样子气音的慢慢唱，到后来整个放开撒开的时候，两位老师也是撒开来的这种展现，我觉得你们默契太好了，谢谢老师。雅婷老师好。我听你们今天催组，然后我就回想起那时候在部落，我有去过部落去玩过，那我就觉得那个感觉回来了，感觉上前面就是一个萤火烤着肉啊，旁边小米酒啊，那个吉他唱歌，还有那个普卡逊的控卡在那边这样表现的感觉，我觉得你不是在比赛，尤其今天两位好朋友来，你真的不是在比赛，你根本就是在你的生活的一部分，其实在一个歌唱上面其实就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的表现，那个时候的情绪是什么？你唱出来的情绪是什么？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得特别特别的棒。谢谢老师。